卷子。在这儿。AP 伊泽瑞尔，没错，法术强度40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伊泽瑞尔打 AP 非常的厉害，到后期是很强的。在前期的话，他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呢是这个前期的输出不稳定，第二个呢是推线非常慢啊，对线能力呢压制到没什么太大压制，然后呢天敌比较多。但是到了后期，伊泽瑞尔的这个 AP 的输出以及他的技能的，对吧，距离让他没有天敌啊，让他团战无敌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前期安心的补刀，哪怕是10-1都无所谓，只要不崩啊，只要队友这个不挂机，高地不掉，出发吧，都无所谓。上前就是一个 W。时间可以浪费了。W 哟，啊，我呢？我 W 可以穿冰的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W， 哎，刮的你痛不痛？很痛的。那我的这个，W。二级学 Q 打钱 ，W， 痛不痛啊？很痛。我 Q 技能补刀 ，W 技能消耗。哎，留一下。人呢？哎，人呢？哎，这边。看眼去了吧？上前补刀就是一发 W， 很痛，加上彗星的消耗。很舒服的，啊，二级学，三级学手，哎，小心小心，抢红去了，注意啊，留个惩戒，别被他把红拿了，应该是拿不到，我给了他信号，他在浪费时间，你在干什么？没踢中，算了算了，踢中的话他是必死的，对不？我的爆发还是有的啊，我的魔法追踪剑加上 W 跟点燃，爆发还是挺高的。我得回家了，你能不能踢中？啊，不敢进去，无所谓，不强求。不强求。好，我回家一波。我们回家呢，其实我这个药够了，够了，我买一个小黄书。买个小黄书。第一件装备出他一手跳刀，这个东西，这个配帽子，配一个。这个推荐装，推荐装用不到。巫妖之类的啊，怎么说，这不是小黄书吗？这个书不是黄色的吗？不书吗？人呢？回家了，放个眼。我要做的就是，要做的就是发育，知道吧？
技能没打中，打中他就痛了，这个 W 甩中他就是爆炸。出发吧，我买个女神之泪 ，W 刮他一下，哟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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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走，我又闪，还闪吧，危险危险，以防万一，都被他睡眠弹打中了，有点燃，的确很恐怖。这波回家有点伤啊，先消失，玩一手消失，但并不回，哎，在这吃经验，但他以为我走了，这时候我再出来，嘿嘿。哎，要小心！哎，丢！哎，哎，大招好了，补刀，补刀！我们上吧，很舒服。哦，走喽，走喽，回家喽。来个女神之泪，要了解你的处境。女神之泪出了，我的蓝就够了，不然蓝不够，蓝不够用，有点烦。左一我不跟他打，我不可能杀掉他，知道吧？全凭技术。好了，那可能是网络波动吧，你们稍等一下。来帮我吃个蓝，应该一会儿就好了。双暗物照啊，双暗物照，好吃。好，哎，蓝 buff 收一个，收个蓝 buff， 那就很舒服。哎呦！哎呦呦呦呦！我靠！哎呀，最后一下，这个蓝没拿到。你他妈不知道痛，你这！拜拜拜拜，你古拉加斯来了，算了啊！古拉加斯不来，不好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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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低调低调低调。蓝 buff 没了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不过蓝 buff 倒还行，说实话，我有女神之泪，蓝够用。他这个血量被我逮到可以秒，但是呢，我必须得确保命中，如果不命中的话，可能我要出事，所以不要轻易出手。当决定出手的时候，就要确定中。你注意啊，等会下一波他再过来，我就往他那个地方放个大招。好，哎，怎么说？看你的了。好像不行，算了，有人来了，我没招。爆炸，但是我有队友，哎，怎么说，先给个 W， 好，给个点燃 A 一下，哈哈哈哈。其实我主要是想盯着他古拉加斯这个红蓝 buff 的，哈哈，所以我点燃并没有给那阿里斯塔，我觉得这个阿里斯塔应该能杀掉，但并没有杀了啊，杀这个更舒服，一个小走位晃点不谈，完美。好，舒服，1300，无敌。给我一点时间。给我一点时间。有红蓝 buff 意味着什么，知道吗？意味着无敌啊！
W 刮一下就是一下。哦，轮胎滚起来！你往哪里逃？哎，哈哈，配合拉莫斯还是很舒服的。大招一给，Q 一发很痛。红 buff 烧，再 Q 一发 ，W 一发，超级痛。哦 ，Musa， 啊哈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这一波感觉还可以再打一波。来不及来不及，不行不行，先不推不行，搜一波，搜一波，看看行不行，不行就。好像还来得及，拜拜，拜拜啊！那我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，跑得快。好，2300了，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再来个小黄书，无敌了，我这个伊泽瑞尔无敌了。10%的冷却，再来一个这个东西啊，帽子法穿棒，我靠，那个 W 打到人那简直可怕，而且手贼长，千里之外，就能让敌。继续刷，好，刷我的。玩它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大鸟不太好吃。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被骗了，把刀直接开。哎，你敢有嘴？哎，我这个英雄没什么游走能力，推线能力也不行，缺点还是比较明显。等我杀人书一出，哎，装备一成型，那他们就知道什么叫痛苦了。吃大鸟很受罪，啊，只能吃一个小鸟，够了，吃个小鸟够了。来喽，够了，哎，这个 W 甩到他就很恐怖。我 W 的加成是非常高的。火龙可以搞一搞，我 W 加成141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哎，魔法追踪剑搞个人头，但是 W 不能打小怪啊，不能打野怪，只能打英雄。队友放可以加攻速，把中路先守一下。保持发育。哎呀，我靠！哟，对面居然要打架！好，那我就让你们感受一下，在这一刻我的威力是多少。你好像不怕痛，好像不怕痛，不知道什么叫痛。算了，这波还是不要一下去。我靠！你在，你在，哟哟！不亏，我只能说，哎，这个货墙没过了。没过两刀，哈哈哈！对方的左翼很急，被我一个 W 刮死了。古拉加斯也很急，一个肉弹冲击冲到了小兵身上。啊，哦，做一个这个无解肥，
算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出这个感觉有点，说实话没必要，你知道吧？我杀人书带起来，还搞这个东西啊？那杀人书起了。我起杀人书了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我的大招加成也是不错的啊，这个血量杀不死，再搞一下，让你感受一下我的输出是多高啊！哎，没事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你不知道我的伤害，你在开玩笑，你在干什么？我靠，这不死一下，手长是我的特点，哎，要利用好这一点，是吧？手魔法追踪线掏一下，好 W 好。哎，好、哦！打不了，手长 ，F 得，哎，打不了，加长，得，哦，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得，得，得。你别看我没血，他们摸不到我，只要我不想给他摸，他是绝对摸不到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要混杀人书了，刮到他就是秒杀，我告诉你。来，好起来，哟，没死，我靠，难受啊，春帆，这个没来得及开，秒了，有点浪啊，哥们儿，有点浪啊，还好，赶快大招把中路前缩一下，打团，哎，我打团，我现在打团很恶心的，我现在打团。根本摸不到，我杀人书很好起，25层对于我来说就如同嗑瓜子一般简单。如果杀人书能堆到100层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很简单的，很好混。我靠，对面控制有点多的，我靠，硬生生的被搞死了。没死，我靠！算了算了，中了！哎呀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，没死了。来，团战搞起来！我要混杀人书。我要搞杀人书，别急，我帽子还没出，知道吧？我帽子出了，我这 W 打人就是一个 W 一大半。大招怎么说？哎呦，别收招！我靠 ！W， 我要想进我身。W， 哎，不太好用。W，Q， 对面有点肉，说实话。哦哦哦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我靠！我靠！这个鞋子不出不行啊，鞋子不出移速太慢了，赶快来一个愣头青，
对面阵容好肉啊，三个大肉坨，这三个太肉了，不过没事，这种肉坨我喜欢。我伊泽瑞亚比较喜欢这种肉坨，只是我现在还没起来。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起来。你看我的补刀很少，看到没？哎，这就是伊泽瑞亚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的这个优点啊，马上就能看得到。不要出巫妖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出巫妖你就想上去 A 人，对面这个阵容你上去 A 啊，很危险。对面这种笨重的英雄，你就出什么帽子、法穿，你用 W、Q 就把他们刮死了，知道吧？刮到他们痛不欲生，不需要上去 A 人 ，A 人就是给他机会。来打架，我来了，哎，这种大肉坨。大肉头，知道吧？肉头我很喜欢。跑起来，风筝之王 ，QW 点 Q， 你看看我这个输出，QW 走 ，Q， 情况不对，我先撤退，走了，溜了，溜了。这边人太多了，等一下我装备也没起来啊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几个大肉坨扛着好像我们输出不给力。给我一点时间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折磨，无尽的折磨。我还去 QJW， 摸我是不存在的。来，团战搞起啊！杀人书混起来，混书狂魔，拉中就杀优拉拉，大招一刮，点燃一给 W 一上，嗨！时辰书，舒服。W Q。W 点他，哦，这把可以，这把很赚。是陈叔，现在一个 W 600不到500多 ，W 接 QE 魔法追踪是陈叔，完美，14层喽。他们下一波就要恶心喽，我下一波就成型了。下一波我的，像这种小脆皮们，打得你们吃不消呀！啊，风筝小王子 ，W 接 Q， 不点人，哎，我不点人，哎，就 W Q， 不要想撞我，不太可能 ，Q。W 认头冲，你以为我 Q 都冲啊？大招一刮，你看 ADC 没得血了，哎 ，W 一刮，你以为 Q？ 哎，我就站好角度，我不挨人，哎，闪现拉开 ，W 刮中没得了 ，Q， 24层输，你以为漏600块？我靠，不谈。全部都得死 ，WQ， 你看我多烦，我多烦 ，AQ， 哎，出点三，出点三，不点人，点人没用 ，AQ 有，点人没用啊，不点人，因为我没出巫妖，那你这个在 DOS 啊 DOS WJQ 啊 ，Q WQ。手多长啊，不疼啊，一秒钟一个 Q W， 没用的，不疼你，
我就问你他慌不慌，一个大招刮过去他就差不多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靠近我，走喽，回家更新一下喽。这个钱不更新是吧？这一波出来爸爸，这波出来真的是爸爸。我要考虑先把帽子堆出来了啊！这个帽子一出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恐怖了，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了。800多法强，一个 W 900滴血，而且这个是 AOE 穿透的，重要的是只有6秒钟一个，关键我还能够在超远距离的释放。呀，你们居然搞定了，我一个 W 就把他女警打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在干什么？他是，你看秒了，一个 W 就死了，好痛！我红蓝 buff 都要吃，我 Q 技能打人也很痛，我 Q 技能是双加，双加，大招双加。E 和 W 是单加 AP， 现在 W 接 Q 接 E， 秒杀，一管血，脆皮，这个反正你也扛不住，你也扛不住，最关键他摸不到我，你知道吧？像这种阵容，看到我伊瑟瑞尔很烦，很烦，大招给一下啊，问你怎么说啊？送干爆炸。瞬间爆炸！不要想进我身，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。QW， 你在撇，你在撇，你在撇，你在上，你在上，不敢上了吧？你在上，愣头追，不踩你的呀！你在上，你在上，你在上，你上上就把你秒了，你只要反向E就把你秒了，不行你试试看。你只要反向E就秒，溜死！敢不敢E我？我就问你敢不敢E我？有谁需要地图吗？耶，W没打到，我靠！哦，技能全空，走位走差了。这波走位走的难受啊，不过没关系，你能感受到我现在的威力是吧？现在一个 W 1000滴血，刚才只用E技能打到他了，我E技能是这个800，E技能800，如果刚才E和 W 都打到，女警直接死，直接倒地，满血倒地。我出个蓝 buff， 把我的 CD 减一下，40 CD 太厉害，摇头了，我靠！